才子曾是秋风泽大力栽培的艺人，两人更秘密交往一年多。不过2021年他参与全明星运动会第二季时遭爆出和何梦远双踢事件，形象重创，导致最后两人双双退出节目，演艺事业也就此停摆，自此消失在荧光幕前长达20个月。近日才子开始更新社群，2日先是上传一段自弹自唱没有露脸的影片，4日再度发文分享自己的新造型，有别于以往长发的形象，以利落短发搭配精致妆容示人，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，似乎为复出试水温。随着才子更新近况，今日也有网友爆料他早已交男友，并贴出多张才子与新男友的合影，更被翻出去年11月他的男友在 IG 写下庆祝两人交往1周年的贴文。不过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劈腿风波后半年，再度引发外界议论。